年代 FM 男团小新极限舞者白鹿晨，欢迎欢迎收看，哇，欢迎零零年代的 MIC 男团小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新，好久不见。头发这个最近苍老的比较厉害哈，一直这样也很。哎，身边这位帅哥哥，极限舞者白鹿晨。两位其实我也知道，小新同学的舞蹈也很棒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配合一下，来一段，也算零零带给大家一个见面礼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位配合。那个片子看过没有？太后比出了剪刀手的姿势拍照。B 在清迈摩托车的时候吗？请亮板。一出问题，然后小白就跟我说是 A， 我说 A， 我坚持 A， 他说要坚持 C， 所以说就因为为什么坚持 C？ 我就也听他算了，不是听我，一定要听后面的。我们错了没关系。如果没不听他们的错了，真的有。要把他得罪就完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好吧。中国最美的地方是哪里？故宫，我可能就24岁，但是我去过故宫可能有十几二十多次。哦，而且我每一次去会逐渐了解什么时候去故宫最是最佳时机。你是准备到那儿去工作吗？错，因为我可能觉得我上辈子住在里面，就觉得跟他有渊源。有，哎，而且我觉得博大精深和能展现中国人的气概胸襟。那是那蒙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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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呢，你有800的问题来了 ，C 看500的演唱会。正确答案在电影《Manga》中，这个角色蚊子，蚊子生日的时候，他的那帮哥们儿为他做了以下的哪一件事情呢？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吧。说到了这个台客90、80的一半。怎么不标是300。开始含蓄，啊，过来。Okay， 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即兴发挥的嘉宾们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茶餐厅，古惑仔，主要是茶餐厅，他们经常吃面，云吞面。啊，归茶。我是看那个图片，好像要吃东西还干嘛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是不是一个你这个太厉害了，你真的没有，小白他是从人的本能出发，因为你发现 A 和 B 根本就不像准备吃东西的样子，对，我觉得他们 C 就感觉是要出去约会吃东西，哎，你还蛮深刻的，小白 ，OK， 60，游戏大长今呢发挥的，谢谢，那继续来有请。是 A 的父母行跪拜礼吗？喝酒不能面对长辈。你确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还是因为确实喝不下了，所以一扭身？啊，对，韩国来90。我记得。好，恭喜这三个没有跳椅，谢谢。不过。哎说的话哦，这个问题有点OK， 好，抱歉，全错。说到 C， 您的是三只乌鸦。反正凭着我的，其实我们觉得有点小母鸡窝在那个窝里那个感觉。它为什么不是公鸡呢？公鸡一般不窝着，它就有那个蛋嘛，那个蛋。公鸡它有时候累了，它也可以趴一趴。对，反正就是鸡，是个鸡，是鸡，不管公母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其实有点像鹤，就是有一只脚干的那种，感觉要起飞的。对，就马上鹤有时候休息的时候收起一条腿，对，我这腿粗了一点。OK， 所以就只有 C。确定哈？嗯，好吧 ，A。都很厉害，对啊，我没学过瑜伽，我只能用舞蹈的形式学他，这个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来，可以。送给我们的小白，为什么过后总分零隧道？
在旁紧紧欣赏美乐将我深爱的脸，这是现在的这个天气深入自己，就在找到你的是我的咖啡店，经过心在你身上的我一定选择你是人，自己就别过度丝和他的蔓延，不忘你只剩下你这个理念，想抽走承认并却不收的诗篇，我给你的爱写的誓言，坚持埋在被说不到你的平原，几十个世纪后就都发现你把傻的自己人清醒可见，我给你的爱写的誓言，坚持埋在被说不到你的平原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好一点好不好？好吧，第一轮描述已经结束，你短，二次曝光，他本那个哎，有的时候还是非常性感。我会给一点时间难度是吧？太难了，好吧，来。爱我多久？一曲苦手。什么的唱？什么马？唱要唱唱出来，唱出来。唱，我不会唱。没事，您念，没事。一曲苦手，这渔人码头。确定哈？一曲苦手，这渔人码头，对吧？倒扣五分，继续抢答。好，零零。还唱？我唱不了，不会。希望的翅膀，一天总展开，一天总展开。对，抱歉，倒扣五分，继续抢答。九零拿下。可以不用玩了这个游戏了。理论上说是的。好了。相信。